哎呀，这回送东西的没来啊，嗯，还惦记着。以后你们别一气儿给了，分两回啊。行，谢谢吧。嗯，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，对，也是我俩徒弟，是打小这么大就跟着我学徒，一晃都这样了啊，大小子啊，是啊。看我认识谦儿哥那会儿，谦儿哥也是十六七岁的小小子，那时候年轻了，现在都土埋到眉毛了，对，到眉毛了。太过了，您这个啊，土埋半截差不多，土埋半截了，哎，人是反着埋的，嗨，还不如过眉毛呢。人特别的好，啊，您捧我，单纯善良，哎呦，心眼儿好，应该的，太难得了，是吧？真的，我举个例子，你就知道谦儿哥跟我的关系。哦，您说一说，比如说啊，有那么一间房子，怎么个房子？像北展一样大的房子。哦。跟这剧场这么大的房子，比如啊啊，坐着3000个说相声的，里边全是相声演员。对，哦，再打个比方，嗯，比如说我在这里边人缘不是很好。哦，啊，那不用比如。啊，大年初一于老师绑好了。哎哎呀，杀呀，整啊，弄。行了行了，不是又说一遍是怎么着？爱说那个啊，不行了，您还说这个吧。3000人都在这儿、啊，由于我自身的问题啊，处理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，是导致我的人缘不好。你还做检讨呢？不怨人家这3000人，毛病都在我身上。哎呦呵，哎呀，想想就好难过啊！我不应该，这是前提啊。是是，由于这个原因导致我人缘不好。哦，怎么表现呢？嗯、列位啊，谁有充电宝借我用用啊？哦，这是要跟人借东西。就没有一个人借给我充电宝，这人缘太次了。你又不是说相声的，人缘不好，都怨我自己啊！我借个充电宝，人家都不借我。你看，不光不借我，怎么样呢？人家这些同行，嗯，拿出一个杯来，啊，倒了一袋砒霜，干嘛呀？哼，这就服毒了，死1500。一半人就都服毒死了，又来一个拿出把刀来，这些、啊、哎呦，切充电宝，嗯，啪，哗，切腹，哎，又死1000，还剩500，哎嘿，嗯，剩下这些个掏出枪来、啊，哎呦，爆头，尸横遍野，全死了，就是由于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那就不在乎这事儿了、嗯，不该借充电宝，你这跟谁客气呢？啊，就这个时候。怎么样？一个声音在死尸下传来，说什么呀？我借你充电宝。这是于谦老师。我还让人压底下了。啊，他们倒下的时候你也没留神。哦哦，哎，于老师站起来了。嗯，要借我充电宝。我们哥俩好啊，感动啊，是吧？于老师先把输液的针拔了。哦，我这还输的。我这扎的针灸呢，还是输着液呢？我这把心脏起搏器摘了，我也有事儿干，吓得胃镜，哎呦，啊，肠镜，呵，好家伙，我上下都连着呢，合着，回家给我拿充电宝，哦，还没在身上带着，哎呀，开门出去，嗯、外边打雷下雨，还闹天儿，咔嚓一个雷，嗯，劈在脸上，啊，脸都黑了。劈焦了，又往前跑，踩狗屎上，啪！哎呀，人掉到沟里边，沟里边1万个铁钉子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要不那砒霜您给我来一半得了。我先别受这罪了，我就。人家都团购来的，我哪？这还批发呢？人家为了死来的，拿给你啊。哦，于老师上来扎的身上跟花洒似的。好家伙！滋着血往家跑去拿充电宝，我就取去。到前面十字路口来辆车。啊，这来个小汽车哦，小汽车拉着3400万吨的煤呀、啊！您这是小汽车，您这是小火车，这是撞到于老师脸上，啪！哎呀，于老师撞了，站起来挣扎着往家跑去拿充电宝，我还真执着。到家门窗紧闭啊，敲门，噔噔噔啊，拿充电宝给我，还想着这事儿呢。屋里边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嗯，等会儿，嗯啊，我这。家里事儿比外边事儿还大呢，感情。一会儿，一个男人的手拿着充电宝打门缝里边给你，滚。他于老，打扰你们了。我还跟人客气呢，我这。
这才回来给我送充电宝。哦，接了这充电宝，我能不感动吗？您是得感动，眼泪哗哗的，是吧？接过充电宝，捋过这线来，嗯，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对，你缺德不缺德呀你？哦，不是手机没电了，手机有电啊，充电宝还剩98%。哎，好嘛，就为这么点电，我死好几回。事儿是假的，嗯，说的是咱哥俩这份交情。啊，交情是不错，我们跟亲兄弟是一样的，真差不多。过去说这叫通家之好，我通家之好。他父母就跟我爸我妈是一样的，真是这样。他父母没有儿子，对，就这些年来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等不是真的？哎呀，就秃噜过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父母没有儿子，那我哪儿来的？你是打当铺赎来的？没听说过，是开始没有，后来这不有了吗？啊，您说清楚了。当年他们家为要孩子，那街坊四邻都跟着着急啊。那他们着什么急啊？你看看，老于家老两口子这么好的人没儿子啊，他母亲，我咱不该说，说怎么了？老太太为了要孩子，嗯，只要是死人的地方，他妈就去。为要孩子上死人地方干嘛去？过去老年间有这个妈妈粒儿，怎么讲？你看那个孝子出殡的时候啊，陪妈带孝拿个碗，一说起灵，这碗得扔到地上啊，得摔碎了，这叫摔盆。对，这盆地上有这么一块砖啊，摔在砖上，盆粉粉碎，大吉大利。哦，哎，摔完之后起灵抬着走，是这块砖啊，要是谁抢走了，生的孩子是好样的。哦，这个是求子用的，这是民间的一个妈妈粒儿。哦，那会儿他母亲就是盯着这个砖，啊，要抢这个，为了求子啊。哦，早晨8:30这家出殡，凌晨3点他母亲就来了，他要把这人弄死是怎么着？去这么早干嘛？就是抢着呀。啊，3点半鬼子家正冷呢。啊，他母亲站在灵棚外边。哦，嗯，完这鬼来了，这是干嘛吓唬人去了？是怎么？等着呀。啊，等着8:30孝子来了。嚯，哦，这儿举着盆儿，摔砖呢！哎，这就抢走了，还没摔呢就抢。他妈抱着砖跑老远的，好，太快了！一帮人追他妈抢那块砖。哎呀，反正一有出殡，准有他妈，就抢这个。哎，在那等着啊！嚯，摩拳擦掌。啊，街坊那个老太太们也说闲话，怎么说呀？行了，嗯，你让别人也抢一回吧。好家伙，这些年你们家拿这个砖盖了3间北房了。我的妈哎，好。指着他那是怎么着？所以说就是求子心切啊啊！他爸爸人可特别好，这老两口都不错呀。我特别喜欢他爸爸，是吗？特别善良老头啊。对啊，他父亲信佛，是胸口这老带着这么一袋铁观音。对，没听说过信佛带袋茶叶的，这个干嘛要泡啊？是怎么着？不是他爸爸，他觉得那就是带着个观音了啊啊！老带这么一袋，哦，特别可爱。你知道那会儿他爸爸也喜欢我，啊，这爷俩都好，特别爱我啊。啊，走吃饭去，啊，还请你吃饭，就喜欢郭德纲。你瞧，咱们到全聚德烤鸡店吃个鹅去。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我爸爸也没见过好东西。哟，全聚德吃鸭子？我问过这事儿啊。我说这老头不至于糊涂成这样。对，怎么了这？因为他父亲是老北京嘛。对呀，沾老北京老字号，你问你必须问他父亲，都知道。你包括我到北京来洗澡，都是他爸爸教会了我。洗澡还有什么技术？我们小时候天热河边洗去啊，对不对？就那会儿家里也没有什么什么那个花洒，没有，都坐盆。对，是壶坐热水，在屋里洗。小时候都那样，就冲一下的。到后来到北京，他爸爸告诉我，啊，少爷，嗯，洗澡得上大地儿。怎么还有大地儿？天津、北京都有花清池、啊、玉清池，啊、知道吗？嗯、啊，青花池是是，得到这个地方洗澡是个文化。这说的倒是不错。到北京，我带你上青花池，那是老店。老头带着我、啊、看这块匾了吗？怎么着？青花池百年老店，是是是，这儿洗澡，嗯，连洗带搓，这是一套，没错。老头嘁哩咔嚓把衣服就脱了，哎啊，哎呀，我挺害臊，这是害什么臊？就因为在虎坊桥那儿啊，门口就脱了，啊，老头站人门口就把衣服脱了。他指着那匾，你看啊，你看有400米吧，是吧？哎，好家伙，离着400米就脱了。我领着他过马路，过马路，啊、带着光屁股老头进澡堂子。好家伙，这正是我砍头那地方啊！对对对对，风水宝地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？所以说沾老字号，他没有不知道的啊。他不知道全聚德是卖烤鸭的吗？他肯定知道，就是不能提。
这忌讳什么呀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全聚德受过伤害。受过什么伤害？他父亲11岁进全聚德啊，当学徒。哦，在全聚德学徒啊！你别看哪儿的人来北京都知道吃烤鸭，是吃烤鸭你未必真会，这也有讲究吗？一只烤鸭要片108片丁香叶儿，嘿，哎，这么大108片这一只鸭子，嗯嗯啊。然后吃的时候呢，拿那薄饼卷，嗯，这个饼有讲究，哦，搁在手里一攥得是一团儿，是，一松手还得恢复成原来那样子，这有弹性。哎，卷5片鸭子，哦，就这一个小饼啊，卷5片鸭子，这是规矩。哎呀，现再配上酱跟葱，卷好了，这弄好这叫一卷儿，嗯，是吃饭的行家，您吃了几卷？我吃了5卷，哎，这是俩行家，俩美食家。对了，您吃了多少？嗯，3只。哎，好，那是饭桶。对，这是一个混蛋，一个饭桶，这个还俩人。对，这么卷。嗯，上鸭子之前呢，鸭子的脑袋跟鸭子屁股切下来，拿小碟儿装着。这干嘛？这一桌子谁的身份最高贵，放在人家面前干嘛呢？就说您这一辈子有头有尾。嚯，哎，这是第一种吃法啊。第二种吃法有一种空心的烧饼。嗯，哎，拿这空心烧饼夹那鸭子，但是这个不能蘸甜面酱，这蘸什么？哎，好的酱油跟这个蒜泥搅在一块拌好的，蘸这个卷在一块夹烧饼。第三种调黄芥末，啊，拿生菜卷着吃，真讲究。这么3种吃法，嗯，啊，他爸爸那会儿就跟我讲这个，他爸爸11岁就到全聚德，哦，就做饭，先学包葱。啊，哦，对，先打小工，没有说一进门就让你烤鸭子，门也没有。对对，先学包葱，哎，且学葱用山东章丘的葱，那儿的葱好啊，那个葱最高能长到2米，嚯，那个叫大梧桐，嗯，哎，底下白的这个呢叫葱白，嗯，上边呢是葱叶，也叫葱绿，嗯，是白跟绿当间过渡的地方叫葱裤，这一葱都那么讲，最讲就是用葱裤。哦，哎，怎么包，怎么弄，怎么切？呵，他爸爸11岁学徒，先学包葱。对，小工那会儿是全聚德1级葱师，葱师包葱的师傅。哦哦，他父亲全聚德1级葱师，啊，是是是，那是得过法兰克福骑士奖。包葱啊？嗯，那就是法国人骑士，我爸爸可能是。嗯，包葱至于得热奖，很厉害啊！享受六必居特别津贴。哎嗨，跟六必居有什么关系？有葱就有酱啊！啊，用酱多。11岁进全聚德啊，到21岁的时候名满天下，10年葱，那是啊，很厉害。那会儿天津狗不理来了，上这挖墙角要挖你父亲，啊，就挖他了。哎，这好，听说这好厉害啊！啊，把这人弄咱们这儿来吧。哦，来了是正经两大买卖家谈判。就问我爸爸，狗不理来进门就问，是开门见山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松狮是吧？啊，有一松狮，啊，我说这什么叫松狮？赶松狮？有卷毛的那个，没听说过，像烫头一样的那个，你弄清楚再来行不行？啊，这是松狮。我们现在很需要这只干嘛？这个松狮啊，松狮，我们需要它，需要这人才。你看看，因为狗不理卖包子嘛，啊，包子那馅儿离不开葱末。葱末有什么讲究？你看，你要会放葱，你就好吃；不会放葱，你这包子就不好吃。为什么咱们家包那包子跟外边包子铺的味儿不一样呢？毛病都在葱上。啊，怎么讲？列位记住了啊！啊，这个葱剁碎了，不要跟肉馅搅在一块儿。啊，这一盆肉馅和好了，最后这个葱要撒在腹头。干嘛呀？你包的时候，随着包，随着往里边拨了这个葱。嗯，这样包出来的，你跟外边卖的味儿是一样的。嗯，你搅在一块儿之后，这个葱它会臭。哦，就辣了。所以你家里包的包子不好吃，这是根本原因。嘿，也就是说包子离不开葱。哦，就非要这个人，你瞧，全聚德不放啊。那人才得留着。你这法国人再来的歧视谁呀？啊？是不是？对，别提这个了。啊，法国人怎么老来呀，啊？啊，就是这怎么办？最后，嗯，你要走也行。干嘛？你要走也行，不结账，就是难为他。你全聚德有规矩嘛？啊，学徒从进门到60岁退休才能结账。一辈子一结呀，这账。对呀，啊，啊，你爸爸说不结账我也得走，就犯愣了。我宁可我不当葱师了，不结账我也走。那就别当了。后来有句古诗嘛，形容他父亲叫什么呀？葱师未结身先丧。对，嗨，我听着耳熟，这个是吧？啊，到狗不理了，到狗不理，人家告诉您，啊，先包蒜。
没有这么糟践人才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包十年葱好人也给请过来改包蒜了，怎么？人家有几个县城的葱师正干着呢。哦，也就蒜方面需要技术人才。这有什么技术啊？你父亲包蒜包得好，包蒜最忌讳就是指甲把这蒜皮磕破了。它磕破了，这白蒜这上面有这印儿就算完了。蒜这个东西，葱姜蒜，你看是佐料，其实研究透了，学问大了啊。你包括年下，你都买那个蒜回家腌腊八蒜去。为什么你？哎呀，我这个蒜怎么不绿呢？怎么他们家腌的腊八蒜那么绿？为什么呀？啊，凡是不绿的，都是出来之前拿激光打过一遍，他怕那个蒜长芽儿。你蒜是死的，死蒜腌不绿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在买之前提前问问，激光打过没打过？这就是规矩嘛，这么高。所以说，包括这包蒜，他好多孩子包蒜包的愣，一拿手 K 吃啊。人他爸爸没有，他爸包那个蒜都是完完整整，小白胖子一样。你当然有的时候一包又坏了，这失误，这指甲给划坏了，怎么办呢？有的人包完就扔了，人他爸没有，他呢？哟，你看啊，吃了，哦，包错了就给吃了，吃了，嘿啊，22岁到了狗不理，35岁你父亲提出来了，嗯，我要退休，怎么呢？我这个胃口啊，哎，实在是降不住。那是啊，吃了13年蒜呢，他这是降不住。狗不理说：“那走吧，啊，人到放你走之前，你再交7000块钱蒜钱。”对，好嘛，不单不给钱，还交钱。哎，这样他爸爸这才从狗不理才出来。好，全聚德狗不理2大老字号，培养了他父亲一个食神。净吃蒜了，还什么食神呢？这架不住看呢，拿眼一看就看会了。哦，哎，所以这一出来之后，他到那个某单位去食堂炒菜，给人炒大锅菜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没有不爱吃的，好吃。单位食堂他爸爸那比外边饭庄子还好吃。当然，就这人有能耐就容易遭人记恨。怎么了？他招人嫉妒？你别看是个单位的食堂，他父亲也被人陷害。他怎么上谁陷害的？嗨呀，你后来把他们。把他爸爸抓起来，弄了几年，还判刑了。哎呀，就是人呢，有时候怎么什么事儿啊？这也怨你爸爸，什么怎么了？沾点小便宜儿。哦，这我知道，那叫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，有这老话。咱现在说顺走点东西，那个年头又容易这样。他爸爸，你说就拿了点味精，拿味精判刑？你这颜面儿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白糖，这不至于。胡椒，犯不上嘛。香菜，太抠了，这也。食用油，这纯找茬。米面，嗨，粮食蔬菜啊，肉，笼屉，蒸锅，烤箱，灶，锅炉，哎呦，桌椅板凳啊，电灯电话，呵，电扇。嗯，地砖、房顶子，哎呦，墙、门窗、女服务员，好家伙，全要啊！他夷为平地，没码了，给人家单位领导拿着饭盒打饭啊，站在空地上哭了。是啊，我记得咱们单位原来有食堂啊，哎呀，全让他改了家去了，给他爸爸判了10年。不多，应该枪毙了。好家伙，应该送到菜市口斩7天。这嗨，行了，你这还传带呢？这啊啊，他爸爸判了10年，行了，放出来。于谦6岁。对呀，我那不对不对，你那个年头他就是账算错了。那会儿有挂历，不是挂什么历，不是账算错了，怎么6岁？是是，那闹不清楚了。啊，那就怨了孝子们啊！什么孝子啊？反正到后来，老头现在上岁数，就出来了就完了。现在行了，享福了，他爸爸怎么享福了？呵，你想啊，现在70-80岁了，老头晚年很好，而且儿子大孝子啊，给老头雇的厨子，哦，想吃什么做什么，给他做饭，自己再也不用做饭了。是是，一到吃饭的时候，厨子一吹那哨，嘟，吹哨，哎，老头上岁数耳朵沉呢，哦，听不见，非得嘟。吹哨，嗯，打屋里出来了。是，我这汤着料呢，这是，这怎么还是里边的范儿？腿脚不利索。哦，哎，往这一坐，嗯，摆上他那个御用的碗筷，还御用的，监狱里用那份，对，带出来的，监狱里用的东西。哎，啊，
拿着俩桶给他送饭，嚯，一桶米饭，一桶菜，好，全是监狱里的设置。爸爸客气啊，啊，谢谢政府。哎呀，嗨，还没醒呢，这是。哎呀，很幸福、很可爱的一个老爷子。哎，就糊涂。但是上年纪了，他这个，他跟我也聊天，他说现在胃口不行，啊，那是老病根了。嗯，自打35岁那年之后啊，啊，胃口老觉着有问题。是，打嗝还蒜味呢。那是啊。所以说你说正经炒八个菜嗯吃不了什么。哦，我说那您怎么办，他说我也不能让自己闲着呀。那怎么办啊，越不吃越坏，那要吃。哦，还是要吃。但吃呢整鱼整肉不行了。哦，小吃我要吃的精致一些。你这还是讲究人。老头讲究啊。小吃吃什么呢，他爱吃，他说我要吃点粗粮。哦，哎，比如说土豆啊山药红薯这类的东西。哦，粗粮对身体好。好啊，买那个最好的红薯。哦，红薯、地瓜、白薯、山芋都是一样，名字不一样。嗯，老头爱吃这个，是，但是有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不能蒸，不能烤，不能炸。哟，那他得熟了啊！在外边找一个爆米花的来。啊？摇的那种，特意跑河北省农村找这么一个。哦哦。哎，整块红薯塞在那里边去。嗯。摇，啊，摇，拉着风箱，咕哒哒，咕哒哒，咕哒哒，到最后熟了，一踩。嗯。爆红薯，啊，红薯稀烂稀烂的，是啊，好的，墙上、地上、脸上都是。这个坐的厕所崩的吗？这是？啊，院子里头。哦，老头指点江山这样啊？这还江山呢，还爱看啊？好，好，这脸上都是。好，嗯。好家伙，这没脏没净，爱看爱看啊！谦儿给我买榴莲去，干谁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吃榴莲，哦，还得吃点水果。谦儿说不用买，咱家冰箱就有。嗯，不行，胃口不行。我当年在狗不理吃蒜吃坏，就别提这个了。啊，要吃热榴莲，热榴莲怎么吃？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啊，微波炉打榴莲呢？他们都说微波炉打完的榴莲是栗子味的。哦。打完一闻呐，栗子味儿的，屎味儿。哎，对，那是闻味儿的，刚才那是看形的。您这老头吃的热榴莲啊，看着墙上这些个西红柿，哎呀，高兴啊！想起什么来了？不是，我还要吃好吃的，还吃什么？我在网上电视上看浙江东阳人吃那个啊童子尿煮鸡蛋，有吃这个的吗？横店拍戏，横店啊，那个地儿叫东阳。啊，浙江很小众啊，是每年春天童子尿煮鸡蛋，童子尿吃完之后，人家说这一夏天不中暑，那人有讲究，北方没这么吃的。嗯，他父亲说我就要吃童子尿煮鸡蛋，怎么也得尝尝。谦儿说这个怎么弄啊？啊，哪有这么些童子啊？就没小孩啊？老头乐了，嗨，嗯，谁年轻的时候不是童子啊？对，没听说过，年轻的时候像话吗？把我的老哥哥们都请来吧。哎呦。你想干嘛呀？ 他爸爸80了啊，他那老哥哥们是吧？啊，都小90了。就是啊，好像80来岁、90来岁吧。啊，轮椅推着，拿担架，各式各样的扔来吧。好，就为这泡尿啊。哎，啊，来一桶。嗯，哥几个尿起来吧。哎，对，就别叫号了。尿了3天才凑了半桶，怎么那么慢呢？个个前列腺有问题。嗨，先治病去。尿了半桶，半桶之后拿屉布先过滤。干嘛呀？都是石头。哎呀。还带着结石来的。哎呀，来一大锅盛上童子尿啊，老童子尿，别提这个。哎，把那鸡蛋搁在里边煮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要一煮开了啊，哎呀，就这个院儿待不了人了。那是比榴莲厉害。那是啊，他爸爸嚼着榴莲，看着墙上的红薯，好家伙，瞪着这锅童子尿煮鸡蛋。哎，这连屎带尿一块上。哎呀，太幸福了。就这个呀？幸福一会儿就开了啊，还开了，好热骚热骚的。哎呀，谦儿是个大孝子啊！啊，我呢，给他爸爸包啊。哦，哎，这好，都呛的。哎，不，这一热就呛肺管子。行，给您吃的，老头开心呢。是吗？这手热榴莲，这手这童子尿。哎呦，高兴。嗯嗯，哎，谦儿，嗯，你来俩吃吧。我呀，谦儿吓坏了。您饶了我吧。对了。鸡蛋呢，我是一个都吃不了。是，我喝口汤吧。哎，这下面请您欣赏学习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
谢谢啊。嗯，刚才，嗯，那我也早发现了啊。哎呦呼，我的快递看见了吗？啊，是够快的。别花钱，千万别花钱啊。嗯，这个来了捧我们，这就够感动的了，感激不尽啊。你送着花，你搁不了几天这玩意儿。您还想怎么着？待会儿我在这桌子上绣一个收款的二维码。嗨，您各位来了，哎，一扫，什么什么呀？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这说相声呢，跟观众之间，嗯，咱们就是一家子，对，亲如一家，对不对啊？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哎，你看刚才这，其实也是自己家孩子，都没外卖。那大胖子叫杨鹤通，是啊，杨鹤通是我徒弟。嗯，站在外边这个呢，叫冯兆阳，对，这是于老师的徒弟。哎，那是我徒弟啊。你别看于老师徒弟不多，嗯，哎，一个是我亲儿子，一个是我干儿子。对，刚才这就是我干儿子，没错啊，特别开心，是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这叫怎么说话呢？因为到我们这个岁数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就喜欢孩子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哎，什么事情？哎，您把台上这几位给拎清楚了。怎么回事？把我也算进去了。您这儿子里头，你跟他不一样，多新鲜呢。他是干儿子啊，我是亲儿子是吗？我得批评您，于老师。干嘛呀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这么一个成熟的演员啊，不要一天到晚的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，不好。这是说我的吗？对对对，啊！而且你说小孩儿啊，站台上说哈，这个，刚学相声那个六七岁十几岁是站台上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嗯，观众觉得厌恶，哦，你俩孩子品格不高，哦，格调不好。真到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谁是谁爸爸也就无所谓了。对，有所谓，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。你呀，你想太多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于谦，你记住了。怎么着？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哼，我也得要啊！你要我还得给呀、啊！我凭什么呀？你愿意喊是你的事儿，我凭什么愿意喊？我不会了啊！我得问那几个孩子。我干嘛呀？我怎么那么贱呢？好，行，拉倒啊，没事 啊，压根儿以前也没事儿。你看这人是非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怎么了？那么大岁数啊！我呀，你看说相声，什么叫说相声？各位啊，这就是说相声啊！这就是说相声到最高境界，嗯，就是聊天儿。哎，那就是说话。最怕的就是让您看出来这俩人在表演，这就完了。你看，比如刚才我们这个小玩笑啊，啊，这什么谁是谁爸爸，谁是谁儿子，那是玩笑，对对吧？但是你要让人看出来很刻意的了，哦，看着假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哦，看着假了就不行。观众看完得想，是不是真实？这谁那么执着呀？这是我替观众那么开心啊，就不用了，没有人当真。一晃啊，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我们认识就20年了。对，真感慨，是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太快啊！嗯，这个认识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。是，当年我落魄在北京，哎呦，谈不到，也没人认识我，也没人知道我，嗯，也没人管饭，天天饿得看谁都是饼。嗨，在那个情况下，人家介绍了认识于老师。哎，当年谦儿哥那会儿。已经改行演小品了，就不怎么说相声，还演电视剧。对，那个叫什么小龙人那会儿啊，嚯、哦，那可早了，是吧？嗯，头上有犄角啊，嗨，那是个主题曲，有那个吧？有，他那会儿演那个犄角啊，我演犄角，不是我这戏也太次了吧？我这、哎、没有那个角，没有那个角啊，我演鸡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去举报你，嗨。这举报我什么呀？这那么大岁数，一天到晚、啊、有点正形没有？举报我说落一字儿啊！演小龙人那个啊，是那里边的人物。对啊，这一晃一路走下来啊，感谢谦儿哥，您太客气。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其实顶多占20%，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啊，这都搁他们身上了，合着很多我们的同行指责过我。说什么呀？郭德纲那个相声听不得哟，他那个相声离开于谦的媳妇儿跟于谦的父亲就没法说了，就不行了吗？我其实我很感慨，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得疼个疼个我。怎么呢？我打小啊说相声站桌子里边出身，捧哏呐。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嚯、哦，10年捧哏，谁站在外边谁说我？哦，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？嗯、哦，因为那个词儿就是这么设计的。
相声谁站在里边谁来这活，你别看我台上说谦哥这那个，你知道他分钱的时候都乐成什么样了吗？嗨，提这干嘛呀？那是工作呀，啊，这角色嘛。而且我们不能说别人呢，我，哎，你看那排那是坐一大胖子，哦，那大胖子比孙越还胖，嗨，啊，他媳妇叫碧玺，如果，哎，行了行了。我这儿没说完，他菜刀上来了，急了。他揪着我上派出所打官司，我一点辙也没有。哎，我们只能说自己，其他行业也不能说，也不行。你看我这儿说完了，那儿就发微博，明天我们俩就得道歉，这就完了。你为了糊口，天天道歉，我们还干点别的不干了？就说是，只能说自己人。嗯，当然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，说自己人也容易让人举报去。是啊，天天在台上说说于谦的他爸爸，说都还说跟于谦他媳妇儿。你没说呢，你自个儿就美上了，你这个，我就想，天下怎么，行，别想了，你，你还不如说出来呢。我其实从小的时候，我从艺那年啊，我七岁，嚯，我是先学的评书，哦，评书开蒙，我是评书开的蒙，哦，九岁呢，学的相声，哦，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到80年代末期。嗯，说相声实在不挣钱，就是我就唱戏去了。哦，啊，那会儿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嗯，这三个剧种我都干过。嚯，我当年搭小班儿，怎么叫小班儿？所谓的小班儿，就不是您想象的国家的什么大院团呐，啊，国家拨款的那种剧团，不是。那小班儿，一帮老艺人，嗯，带着几个在团里没有工作的演员啊，哎，加上我们一帮孩子，二三十人。嚯，租一堂戏剧服装，我们就出去演出去了。嗯，上哪儿啊？这叫小班，净唱什么外县呐，庙会啊什么的呀。嚯嚯，就指着这个。嗯，唱一场戏挣6块钱。啊，刚开始，后来唱一场戏是9块钱。80年代末期，我很知足。是吗？那会儿馒头是1块钱6个。嚯，哎，一天唱2场戏，那个馒头吃不了。啊，这反正够吃了。就这样呢，唱了5年左右。哎呦，哎，这后来又回来说相声，因为舍不下这行业，爱这啊，一路走来非常的感慨。嗯，啊，包括刚才人主持人都说了啊，啊，学西河。对了，什么叫西河？就是西河大鼓啊。罢了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啊，这我再答不对，你是不是嫂子跟你说的？我这事儿用他教我吗？嗯，我所谓的这个。跟您各位说西河呀，啊，其实指的是西河大叔。哦，大叔。我小的时候开始先说书。哦，天下说书的分两种。哪两种？一种是评书。啊，一种是古书。哦，古书。评书。啊，袁阔成先生说的那是评书。哦，哎，天津刘立福先生他那个都算是评书。嗯，他说聊斋什么的。是，刨去他们，剩下这些位，你说单田芳先生、田连元先生，就这些位先生啊，叫古书，哦，就是西河大鼓书。哦，这有一个鼓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也说大书。哎，你看田先生、单先生，嗯，啊，单田芳、田连元，他当家那个字儿，一个是田字儿，一个是连字儿，是，但是他们算是师兄弟儿。哦，这也排字儿，因为这个行业它是四大门派，嗯，眉清胡照。这四门下来到这一辈儿正好这是田字儿，这家这个呢是连字儿。哦，哎，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辈儿的。嗯，我说书的这个师傅，嗯，金先生，嗯，他排连字儿叫金连瑞。哦，金先生。对，所以说我在评书门里边我的名字带个曾字儿。哦，下边这是曾。曾字儿您记住了，只要是评书曲艺演员名字当间有个曾字儿的，我们是哥们儿。哦，师兄弟儿。是干这个。西河大鼓现在也唱的不多了。哦，啊，河北省还有很多演员唱得好。哎，北方有。啊，对，各位都听过西河大鼓吧？我要批评你们啊！是啊，一天到晚的，你们一听相声就搜点那个谦哥、谦嫂、谦爸爸怎么怎么着？那不都是搜你呢吗？那个啊，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些个传统文化没人继承，不就坏了吗？啊，西河大叔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给你们唱两句，你们听听好不好？这是得听一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这个，我心里好难过。怎么就难过？你看往常要他们搭下茬的时候喊的可热闹了，是啊，你给点正经玩意儿都快睡着了。哎，没有，人家喜欢听。
你看啊，这多热烈。好，咱们就算唱完了，好吧？啊，就算唱完了啊，您得唱，得唱。我让他们把我那个道具拿上来啊。还有道具，孟鹤堂。好，来吧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带身上。这个你是吃完药上来的是吧？嗯，行了，好了。好啊，搁在这儿就算掉不了了。嗯，那错不了，这就踏实了啊。好，这个你们可能以为是个小棒棒，这是，但是我们有名词，这叫棍儿，嗨，还不如叫小棒棒呢。哎，有这个了啊，啊，还得有一弹弦的。哦，弦师，没有来，没来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开心。他们估计到了。嗯，哦，你们知道谁给我弹弦是吧？嗯，您请出来，换一个吧，咱们好不好？别换一个，人这么期待，你让他们猜着，下回他不买票了。没听说过啊。啊，我有个徒弟会弹弦，是，他的名字叫周九良。对，啊，咱们请上来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哈哈。得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们，好多姑娘跟着喊九良好帅，这些个无知少女啊。嗯，太棒了。他这叫三弦儿。对，嗯，但是我还真是没正经的跟周九良合作过。啊，没合过弦儿。嗯，我因为最近也很忙，其实沾古曲类的东西也很少在唱。哦，多少年不碰了。嗯，有可能那个手也不跟使，嘴也不跟使，所以咱来点别的吧，好吗？哎，这不，您说这么热闹，就到这儿结束了不成啊？人就这特点啊！啊，您展示一下。周九良，哎，师傅啊，会弹弦吗？会吧。你把那话筒抬起来，要不听不见你声音。会吧？啊，好，放下，要不听不见弦的声音。周九良是我们德云传习社的那批学生。哎，啊，这一晃来多少年了？来了十一年了，是吧？真感慨，来了十一年了。来那年啊，49，这一晃，好家伙，这没有啊，16啊，来啊，16岁来的。对，小的时候你不知道，可丑了啊。这现在可能是我看惯了，可能是。嗨，跟好多小女孩还都喜欢周九良是吧？谢谢大家的慈悲啊，也谢谢各位女施主，嗯。咱们试一试丝弦的高矮，好啊，让大伙儿听听西河大鼓是什么味儿的啊。来，什么调门？还是原来的调门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跟他用这种普通话聊天。对，我都没听明白。那是啊，你好了没？好了吗？来，好久没唱了，先唱一个这个，因为过去啊，西河大叔啊，我们讲究说三碗酱。三碗酱，杨家酱、薛家酱、呼家酱，哦，这一套书一说就得3个月，这么长。哎，说会儿唱会儿，说会儿唱会儿。嗯，所以后来有的演员因为时间长了，他觉得带着闲诗也麻烦，哦，就把这唱放下了，单纯的说书。哦，这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你说田先生啊、单先生为什么光说不唱呢？原因是在这儿了啊。有的干脆就光说不唱。哦，啊，你好了没？来。敲这鼓特别感慨啊，一敲鼓都冒烟了，有日子没唱了啊，有年头没使了。金殿上当今的万岁旨意传下来，午门外惊动了年迈的太太，答应了一声，微臣遵旨，抖擞精神，我进的宫来，叩
头上的凤冠压了腰带，蟒龙袍绣八宝福寿天来，右手扶着龙头的拐，左手搀着小小的巡差，走过了太和中和宝和三层殿，文武的朝房在左右眼，楼台殿阁重修改，御史的栏杆一块白，当今万岁就在当中坐，黄金钩拴荣升啊，龙年分两开，老太太龙头拐点三点，参王拜驾，奉天的子龙双安里把头抬，微欠身行，君王还礼来了那安四海定龙台，岁年迈志不衰，桃花马马踏南唐御北塞，绣龙刀刀斩天下众英才，一腔热血赴圣主，哪个奸贼他敢来，天波杨府的佘太君八十八岁老太太呀。太痛快了，哎呀，你说要多少钱吧？嗨，这还带给钱的呢。唱一段，先试试丝弦的高矮，合得不错。我自己也恢复一下，真好。好多年不干这个了啊！那会儿有时候也是弄西河大叔啊，也唱大叔，说一会儿啊，聊一会儿，说一会儿，聊一会儿。这行其实挺好玩，这多好啊！为什么要加上唱呢？跟您各位说实话呀，比如一下午仨钟头的书，在书馆里边有这个，它轻省啊，唱到轻省，仨钟头光跟那儿汤汤汤汤汤汤，好家伙，那得累死，嗯，得累的头发都得打卷了啊！我这累的，我这不至于，你就别跟着起哄了，你这，哎呀，我这一下俩打卷的在这儿。这个就能轻松一会儿，而且呢，和形式上呢多变，哎，对，不是光说，哎，还有唱，对，观众也喜欢，嗯。但是呢，过去的老艺人说书呢也挺好玩，怎么？他有时候就为了抻时间，因为一套书要说三个月，那就挺长的了。你要上电视台录去，30分钟一段，嗯，说多长时间？200块钱一段，录完完了。哦，书馆不行啊。书馆呢？书馆里边这一个书最少3月，3月之后换下一个书馆。哦，时间不够怎么办呢？所以每天书里边都兑水啊，他得往长抻。有时候跟那儿一说书，一开始一说唱了，唱半天你都不知今天是什么书。那您这有点夸张，唱半天不知道什么书。你看您也干了这么些年了啊，这也是老艺人了啊。那不算。年底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3周年，然后一个才三年呢纪念活动啊。我这厨啊，这是我唱几句，您听听。我这张嘴我就知道什么书。你听听是什么书啊？可以啊。你要听出来怎样？你要听不出来又怎样？我怎么不能听不出来？您张嘴4句之内，我肯定听出来。听嘞啊！4句之内你就听出来了。对了，太好了。4句之内要听不出来啊！咱们输点什么的？您说吧。我上你家拿点什么去？我也不动手，一进你门我一努嘴儿，跟我走就行。您唱吧，别贫了，跟着。听的什么书啊？哎，我听着。什么书？这没唱呢，您得唱啊。让你准备啊。哎，我听着呢。大众的佛台，您那慢慢的。
压住了锅碗，风景明宫，爱听文来，爱听啊武，爱听剑来，爱听钟，爱听文来，包公案，爱听武的又拿水泊梁山兵，爱听钟来雕口啊准，爱听剑来审判红，半文半武拿柜台，刘大人奉旨的钦差出了北京城，河间险险沧州下了山的东，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啊，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了苦功，倘若是人前把词儿来忘，指什么吃喝穿戴交下了宾那棚，黑狗撵着拨毛玉土，万公舍见他是找直了崩，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，续上根麻绳子那可是不成，听书的各位往南边看，来了那能征管战，管战能征出虎其类八虎多翠，来了一位了那是虎将大英雄。哪段？不知道，这不知道。你这一句正词没唱啊！你跟这儿待着，我上你们家领人去。再就回来，没应这事儿。你这啊，不是您这一句正词都没唱啊？这叫书套子，全是闲白。一上来先说，这就能占老半天功夫了。那是唱不短。这是说书唱打鼓的技巧。你敢等着这里边书俩人一要见了面儿，那个更麻烦了。见面想问个名字都很困难，这也能唱半天。那是你比如哪怕京剧舞台上啊两军阵前啊，哦，这一女子姓甚名谁，是哎这儿小姑娘于谦，哎嗨、啊、你这泼妇，这叫谁呀、啊、打您就别、就是、这发但大鼓里边要想问个名字可麻烦了，一问一答的事情、啊、想问我的名字你且听了，您来吧，提起来我的家，家道有啊，您说吧，说我无名，道有文明，高山上点灯，名头我大，带海里栽花，要跟那横，东洋海飘的来，木鱼的鼓敲一下儿，噔吧楞噔。四海扬名，您要问我的名和姓，整一整我的古板，咱们下本的接着再听啊。下回，好家伙，唱这么半天，下回说呀。这也就是艺术创造可以哦，现实生活这儿行吗？不行吗？半夜三点，于老师拿了四个包袱走在三环上啊，来警察同志一问。您姓什么叫什么吗、啊、高山上点灯，哎呦，命头那非弄走不可啊！包子都吃不上，是吧？说的是，还别人吃包子吗？啊、我拿四个包子干嘛？我心太宽，四个包袱。你这个耳朵是不是头发长了挡着？没听说过、啊嗯，这些都不可乐，是吗？最可乐的就是唱着唱着他要忘词了，那就算乱套了。好家伙，刚才那还没乱，这还能乱吗、啊、你听，有一个挺可乐的先生啊，哦，唱着半截乱了啊，真忘词了。来，周九良，咱们听听。大清一统锦绣江红，
过刘墉，参过郑，武仗着和珅和世龙，只接因左连城赵玉壮，刘罗锅奉圣旨，他出力了北京城，没毛病，到这儿都没问题啊。对呀、啊，往后听啊，来，上打着一把黄罗伞啊，下照着八抬轿一乘，轿里边坐着一个老道，老道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威风。谁呀？词儿打鼓，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，唱半天不是老道，吏部天官名叫刘墉，想起来了，刘大人圣旨山东去，刘大人要去山东城，又悬。刘大人离了北京地，对，刘大人离了这个北京城，老是两遍。刘大人不往湖南的去，废话。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，刘大人不往两广的去。刘大人不去关外奉天城，你说他去哪儿啊？刘大人啊，他不走清河沙河昌平县，要说相声。刘大人啊，沧州县县，沧州县县，直接的下了山那东。哎，刘大人，坐着那八抬，说你们站住，停住，我下轿溜达溜达行不行？这跟谁商量啊？刘大人迈开了大步往东走，奔东边了，走了一会儿又往南行啊，拐弯了，往南走了十几步，扭回头来又往西行。刘大人，对，刘大人怎么了？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，全是废话。刘大人他走着走着，他就站起来走啊。大人一直趴着来了，刚才打磨打磨土啊，说腰眼儿疼。废话，谁让你老撅着了？刘大人啊，嘿，哎，别甩枪了你。刘大人往前走来，用目观看，有一座民宅在面前迎。民宅，用手推开，门双扇，进屋了。里间屋不远，在面前迎。用手推开，门两个扇，炕头不远的面前迎。这里屋了，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上。哦、窗台不远面前迎，这位刘大人电不宁腰，就把窗台上窗户只撕了一个大窟窿，他跳到了院当中。你好嘛，绕一圈又出来了。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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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
要老这么唱的话呀，这刘大人到不了山东。那可不是吗？啊，转圈吗？啊？他说的啥呀？这是？我最喜欢观众坐底下说话。是吗？你要不说话呀，这没意思了。嗯。为什么说观众爱搭下茬？于老师知道吗？您说一说。你看周九良，你一上台，观众就老跟你说话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吗？不知道是吧？这个刚才好多姑娘喊哎周九良，你知道这句话吗？他们都夸你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知道，这知道。哎，他们说实话，他们爱说实话。观众为什么要在现场搭下茬？嗯，只有相声有，只有相声有。芭蕾舞你看都有搭下茬的吗？那在哪儿搭？交响乐你们搭下茬吗？是吧？不成，那得让人扛出去，捆在门口树上，泼上水打。好家伙！只有相声，这是您各位喜欢我。哦，哎，尤其是这个在家看视频，人家都到现场搭下茬喊，我们是否也能喊一个？嗯，这是观众演员之间连接的纽带。哦，就靠这个。第六，但是今天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戴着口罩的还是怎么着啊？嗯，起哄的不多啊，我准备带着你们一块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嗯，周九良负责指挥他们啊。哎，好多人在视频里边都爱跟德云社演员开玩笑，就喊这个。喊退票，哎嗨、哎、好，我找半天，我还说今儿没坏人呢，嗯，嗨好，这儿有，来，我指挥三二一，周九良，哎哎是吧？往常看见观众喊退票，你怎么回答？退吧，这让退啊？对，你要退就全退，别留俩耽误我下班。太棒了，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嗯、要喊呢，咱就一块喊。一块儿喊，哎嘿嘿，我那天玩一回了，我意犹未尽啊。怎么玩啊？所以准备今天跟大伙儿咱们一块儿，也正好周九良也在这儿了啊。嗯嗯，咱们这样，九良、啊，哎，是吧？嗯，让他们大伙儿，我说开始，你们就喊退票，然后呢，你们一说退票呢，我得问你们，我说谁呀？你们大伙儿一块儿得拍胸脯啊。啊，我呀，啊，我得说这个，干嘛呀？你们说退票啊？嗯，然后我说去你们的吧！啊，你们再说嗨，哥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拿这当底了。这词儿你们记住了没有？没记住啊？你看我跟九良来一遍啊！啊，九良喊退票，退票！哎，谁呀？我呀！干嘛呀？退票啊！哎，就去你的吧！你得说嗨。嗨，是不是是不是词儿多了点记不住了？就说是呢啊，那咱们简化一下啊。啊，退票是你们的。嗯，我问谁呀？你们说我呀？我说去你的吧！咱们一块喊一嗨就得了，好吗？得喊出那个国营说相声的那个状态来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来啊！预备开始啊！预备开始。退票。谁呀？我啊。干嘛呀？退票。去你的吧！嗨。